好，我是小英老师。那我今天要写的呢，就是前几天吧，我在粉丝团上 po 了一首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那之前 po 这首歌连结是因为就还蛮喜欢的，然后有人就会误以为说，哎，是不是心情不太好？没有，就是真的很喜欢陈奕迅。哦，一开始主歌进来的部分呢，右手中央的嗦跟高音都用二指跟五指弹四拍，一、二、三、四，然后接着上去 C G 弹三拍，然后后面接着嗦哆，嗦哆呢是八分音符，所以要快，所以这个小节是 G 二三嗦哆，嗦哆要快一点，然后接着跳到中央哆的跟咪，中央哆跟中央咪，哆咪二。三四，再来瑞嗦二三四，再来法拉二三四，再来是瑞二三四，瑞法二三四，嗦西都在中央的部分，再来嗦哆刚刚的高音哆，再张开一点嗦瑞二三四，回来嗦哆二三四，一样嗦瑞二三。再来法拉二三四，再来咪嗦二三四 ，C R 二三四，这个 C R 再穿过中央哆。好，再来 Re 嗦二三四，然后接着呢，弹哆咪，每一个音弹一拍，所以要弹四下，哆咪二三四，接着往左边一格 C R。重复了，哆咪二三四，西瑞二三四，拉哆二三四，然后右手一样哆嗦中央的弹四拍。这是主歌，右手的部分。接下来呢，左手呢放在低音哆，然后用左手的小拇指。哆二弹两拍，接着食指跟大拇指在中央哆，刚好嗦哆二，然后接着小指跳下去低音的嗦二三四，弹四拍，然后手都不要移动，就在这个位置，无名指刚好弹拉，大拇指弹咪，低音哆上面的咪，然后两拍拉咪二，然后呢这个咪呢不要一样要继续弹，但是你要弹上面的拉，所以咪拉二，再下去嗦二，哆咪二。好，刚刚这个嗦下去一格就是发了，弹一拍发哆发拉二，这个发哆都是一拍发哆，然后发拉是两拍发二，然后一样再下去咪哆咪哆，然后这个哆重复弹一次。哆咪二弹两拍，好，再来，再下去，瑞拉再跳上来，瑞发二，这个位置都在低音哆的这个附近哦。然后接着低音哆下面的嗦，它这边有一个切分音，切分音是嗦瑞瑞嗦发。如果我们用短长来念，就是短长短长长。长的地方呢，要每条等长，因为都是一拍。那那个短就是八分音符，就是半拍而已。好，从这一小节，嗦瑞瑞嗦发，然后接着中央哆、低音哆、低低音哆去低低音的哆，哆二，然后嗦哆二，再来上来一格，瑞二哆瑞二，然后直接跳回来，跳到低音哆的部分，哆拉二。嗦哆二 ，C C 二，这个弹了一个八度的 C， 然后呢，大拇指的位置不要离开，小指放开，食指刚好在嗦嗦，变成嗦 C 也是两拍。好，接着下去一样八度的发，发发二，哆发二，再下去咪 C 二中低音哆的哆，哆咪二，再下去瑞拉二，拉瑞。瑞二嗦发，嗦发都是一拍。好，
这边呢要注意一下，我在写八度的那种音，后面的音大拇指都可以保留住，因为都还是一样会弹。好，然后接着呢，八分音符的左手是拉哆咪哆咪哆，所以它的节奏是快快快快慢慢这样子。好，这个整个小节我要接下去了，每一个音都是一格一格往下走，所以它是拉哆咪哆咪哆嗦西瑞西瑞西。手指头的在转变而已。好，然后又回来一模一样的拉哆咪哆，慢慢快快快快瑞西拉拉哆拉哆拉。好，接着这个我有稍微改一下，嗦瑞西嗦嗦嗦西瑞滴嗦。好，这边呢是低的嗦瑞西，看到中央哆下面的嗦。左手要看一下，它必须要转哦。左手是拉咪。
手就停在这个低音的嗦。Sorry, sorry, so, so. 记得它都是快快快快慢慢。我几乎对左手都写这样的节奏。好，再来右手发拉，左手发发哆发哆发拉。这个发拉也是要转上去到拉，可是要再下去。要转的要去注意哦。好，再来哆嗦嗦瑞嗦瑞嗦嗦，然后又回到哆的位置了，右手嗦哆，左手哆嗦哆嗦哆，右手一样记得跟前面一样不要离开。嗦 C 是右手，左手是 C 嗦 C 嗦 C， 左手拉哆，左手拉。需要整个移动，所以我下去低低音 re 低低音的 re， 好 re 啦 re 啦 re， 发右手哆嗦左手嗦 re 嗦 re 嗦嗦，好，一起右手 re 咪中央的 re 咪，左手低音哆跟嗦一起，可以做爬音的东西。基本上呢，这种万用模式的伴奏呢，对初学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因为呢，一般的歌手在自弹自唱的时候，其实他们弹的旋律不是的，没有这么的按照顺序。他是弹一样的和声，可是他会做很多其他的变化。那在初学者在学的时候呢，如果你照着那样子的谱弹，很容易自己唱的音会就被那些音符，你为了要弹音符又要跟着唱，很容易唱的会被拉走，或者是为了唱反而弹不出来。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惯用模式的伴奏形态呢，你就比较能够有一个样子，当然你也没有办法到真的这么专业，但是这是初学者学自弹自唱最好的模式。至少我认为啊，如果觉得我讲的比较快，左右手讲的比较快的人，麻烦你可以把这个影片放到你的钢琴旁边，然后呢，每教一个小节，你就按个暂停，暂停的时候听一下我这个小节讲的是什么。因为呢，这个一般我们的课呢，基本上，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堂课是50分钟，在外面教学，你甚至一堂课都教不完整首曲子。因为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小节你慢慢的讲，然后甚至连节奏那些都是细讲的，不是像影片这样子我自言自语可以用快跟慢或者是大概讲一下中央哆低音哆低低音哆这样的位置教。面对面教学跟我要这样自言自语教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按暂停，你才能够好好的对到键盘上在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比较难我很慢的这样讲可能短时间是录不完的，我可能录一个曲子需要录到超过一个小时吧。那希望大家就是尽量仔细的看一下影片咯。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影片大家会喜欢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